歡迎收睇《講清講楚》。嗱，無論係安居落業，亦或係社會發展，都需要用到地。咁地從何來呢？咁政府啱啱就公布二零三零年之後嘅發展方向，咁主要係集中發展新界北同埋東大嶼。嗱，到底跟住呢一個方向，到時我哋嘅居住環境會有啲咩變化呢？我哋請到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早晨啊，局長。早晨。係啦。誒、嗯，三零加呢一個遠景規劃咧，係一個以遠景帶動。 前瞻性嘅一个香港未来嘅整体空间布局一个规划嚟嘅，喺做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以一个积极诶务实嘅态度去做，亦都以一个行动为本嘅一个方式嚟到进行呢个规划。咁喺讲规划嘅内容之前咧，我哋必须要注意咧、就是，就係诶第一方面咧，政府其实每大概十年左右咧就会做呢啲长远嘅策略性规划嘅；一方面咧，外围环境。 變化好大啦。另外一方面咧，自己本身香港亦都面對唔同嘅挑戰。咁咧，我哋認為咧，需要有一啲咁嘅長遠嘅規劃咧，嚟到幫我哋咧可以及時應對呢一啲咁嘅轉變。剛才你提到喺呢個研究裏面咧，我哋睇未來我哋嘅土地需求係幾多呢？咁今年係二零一六年，我哋講緊係二零三零之後，亦都參考咗統計處嘅人口嘅測算。 誒，我哋估計咧需要嘅土地咧，大概係四千八百公頃，其中三千六百公頃咧喺我哋而家做緊嘅各項誒規劃之中，同埋各個譬如新發展區啊、新市鎮擴建啊、誒各個項目加埋咧，大概我哋誒物色到準備做或者係做緊嘅咧，就佔咗三千六百公頃，所以欠缺咧大著大致上咧係一千二百公頃。呢一千二百公頃裡面咧，大概二百公頃咧就係住宅用地。嗯 誒，因為住宅用地咧，其實所需要嘅係多嘅。不過，因為過去幾年一路陸續做誒，大家亦都知道我哋有咁多個誒發展區啊，各方面做緊咧，所以咧爭嘅咧大概係二百公頃度。誒、這、呢個誒社會誒機構用地各方面咧大概七百，咁其他個方面咧就係誒有一啲經濟嘅用地啦。因為今日我哋缺乏嘅唔淨止係住宅、寫字樓都係啊。咁咧，我哋係誒喺整個規劃裡面去咁樣咁樣諗。 而 <二 S 2> 譬如新界北同埋東大漁見到好似就大概，如果按你哋嘅規劃呢，嗯、就大概有一千七百公頃左右嘅。係咪即係話，如果我可以能夠跟住你哋呢個規劃方向成功去規劃到攞到地嘅話，就已經解決到呢一千二百公頃嘅地呢，欠缺嘅地？誒，冇錯啊！我哋建議呢就有兩個一個未來嘅策略性發展嘅地區，一個就係新界北呢；另外一個呢，就係東大漁都會啦。 加埋大概一千七百公顷度，咁嗰度咧已經預留咗咧，如果我哋個房屋土地需要咧，係要再多啲嘅話咧，嗰度預咗大概有百分百分之十嘅緩衝喺度。咁當然呢百分之十嘅緩衝咧，亦都可以因應未來社會嘅需要咧。 入可以作一個調撥，亦都可以嘅。嗯，嗱，但係睇翻譬如話，即係呢兩個嘅規劃區啦，咁、嗯、其實裏邊你叫增長區啦，你哋叫，咁咧、嗯、就裏邊可以容納大概係九百萬嘅人口嘅咁樣。但係睇翻譬如統計處個推算咧，咁、嗯、其實去到二零四三年咧，其實佢個人口咧大概係八百二十幾萬左右。咁、嗯、之後就其實係會回落嘅咁、嗯、樣。咁所以有一啲即係外界就質疑即係啊，其實需唔需要真係去到咁大咧、這個規模？因為其實似乎九百同埋八。 百幾可能去到回落埋，去到七百幾，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差距喎。需唔需要開咁多地？會唔會有求過於，即係誒供啊、呃、供過於求呢個問題呢？誒呢個呢，我哋覺得唔會出現嘅。<是>而且呢，就參考翻我哋以往嘅經驗，事實上香港呢亦都面對土地緊絕嘅痛苦經驗，亦都承受緊嗰個後果。啊，我哋睇未來嘅房屋用地嘅需求呢，除咗睇人口增長呢。 仲要睇埋咧一個好微妙嘅變化咧，就係、是、每個住户嘅人口係減少緊，所以個住户數目咧係增加緊嘅。譬如由統計處嘅數字睇，由而家去到大概係二零四六年左右，誒個人口增加咧九啊幾萬，差唔多一百萬，但係個住户增加嘅數字咧係增加五十萬個住户單位。由二零四幾年個人口一路回落嘅時候咧，去到二零六四，雖然人口減少。 但你睇佢個住户個數目個平嗰個估算呢，其實跌幅唔大嘅，大致上維持住。咁係咩概念呢？就係、是、就算我哋人口冇增加，由於每個住户嘅人口少咗，譬如啲細路長大搬出嚟，自己成立小家庭；就算唔係成立小家庭，自己搬出嚟住，或者啲老人家年紀大咗之後誒繼續住緊佢個單位咁。咁呢一個影響呢，就係話呢，我哋對於 房屋嘅需求呢，其實唔可以只睇人口，仲要睇埋呢就係嗰個住户嘅需求嗰個數字，呢、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其實統計處個測算呢，誒剛才講人口增加百萬左右嗰個，只係一個基線嚟嘅。其實佢嗰個測算呢，亦都有另外一個數，就係、是、如果個人口增長係多嘅話呢，都去到差唔多九百萬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作為長遠嘅規劃嚟講呢，其實我哋誒預松少少。 以至到咧，我哋有啲彈性，可以回應轉變嘅需求。甚至呢一啲地，如果多出嚟，係可以愛嚟改善我哋每個人個居住空間，我哋先至有條件。咁但係譬如話，住户多咗啫，但係其實佢哋可能要嘅面積計翻落去。 可能係一樣，雖然你的户數係多咗，但係你人均嘅面積夾埋，因為你的人數係其實係咁多就咁多噶嘛，其實,是、嗯、其實是不變嘅嘛呢樣嘢。咁點解即係都需要咁多嘅地咧？如果你話將來希望能夠令到嗰個人均嘅居住面積可以可能即係、就是、改善到嘅時候，你哋有冇一個目標係點樣咧？好多而家嘅住宅單位已經喺度，你唔可以拆咗佢，然之後將佢變細啲咁啊？誒新起嗰啲係咪可以調整？咁呢個咧係可以嘅。 咁但係我哋必須要明白咧，而家有百幾萬個住宅單位喺度咧，呢啲係唔喐得嘅嚇。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你剛才提到誒未來嗰個誒發展嘅時候，誒我哋認為咧土地儲備係重要嘅。而我哋未來個發展裏面誒，大概每十年松啲咧，我哋就會更新一次呢一個測算。而造地嘅時間又咁長咧。 我哋事實上咧係應該要早啲提出嚟，同個社會有所討論，以至大家可以做啲準備功夫。 亦都可以多啲機會聽下大家嘅意見，需要調整邊啲地方，我哋作出調整咁樣。嗱、嗯，既然大家即係而家暫時有規劃方向係緩鬆啲啦，咁、嗯、對於個樓價，你自己即係好難去有個水晶球去估。咁但係其實如果按咁樣嘅推算，係咪個樓價係有機會喺將來嘅時候係會跌呢？因為譬如而家見到即係誒，局長你都好有決心去做好多嘢，但係似乎樓價都仲係高貴不下。 如果你話當即係去到二零三零年之後，其實會緩鬆咗樓價，係咪真係會因為咁樣而下跌呢？嗱，樓價嘅升降咧受好多因素影響啊，供求係一個主要因素。我哋都睇得到咧，過往嚟講供求失衡嘅時候個苦果係點。但係影響呢樣嘢同時間呢，仲有經濟因素、外圍嘅息口嘅因素，甚至最近誒講緊人民幣匯率嘅貶值啊，有啲資金落嚟咁，那個變數係好多嘅。 但係萬變不離其宗咧，就係、是、第一咧，我哋從從呢個供應嗰度要勤力做嘢，堅持做嘢，以至到、呃、供不應求呢個情況，或者話土地資源跟唔上嘅需求呢個情況，唔好俾佢發生。第二點咧，就係、是、面對呢啲外圍因素嘅時候，有一啲如果我哋能夠做嘅，譬如喺呢、呃、個住屋嚟講，應該係香港人自住優先嘅。 誒，如果我哋出現一啲情況係需要管理嘅需求嘅時候，應該要毫不猶豫咁處理咁。咁我諗咧係要幾方面咧一齊去做先至得嘅。嗯，頭先講到住宅用地啦，如果嚟緊即係個發展方向係新界北同埋東大嶼，嗯、其實即係邊一個地方、邊一個區，其實嗰個住宅用地係佔比較多嘅呢？兩個有少少唔同嘅。嗯 一個咧就喺新界北咧，就係、是、因為誒、呃、大家知道回歸咗之後，個邊境地區一路收窄，其實釋放咗大量嘅土地。喺、呃、我哋個誒呢個公眾參與活動嘅文件裏面有提到新田附近咧，誒、呃、有提到平斜打鼓嶺啦、啊，有提到呢個敏感道啦嚇。咁、啊、咧就喺呢度咧混雜咗好多係一啲中地嚇、啊，有一啲荒廢嘅農地。我哋覺得咧做一啲整體規劃去嚟發展係好嘅。 誒有啲地方咧，有一啲常耕嘅農地，我哋要保育；有一啲農地咧，誒係應該誒，亦都有一啲村有啲村落喺度。咁咧，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咧，誒城鄉同埋個自然環境能能夠共用。咁、那、咧、个，嗰、那、句個咧係新界北嘅一個構思。新界北個構思咧就睇下我哋個發展個步伐同個規模點。如果我哋初初做嘅時候，譬如新田附近啊，咁咧我哋個交通基建可以處理到。 如果我哋要全面發展嘅時候呢，其實南北嗰個交通個負荷會大嘅，再要從南北嗰個交通基建嗰度着手呢，要配合先得。而東大會如東大漁都會係點呢？東大漁都會呢，就係揀喺交椅洲附近、喜靈洲附近做一個填海，大概一千公頃度。咁、那個個目標呢，就係、是，如果嗰度填咗海之後，嗰度其實離呢個誒堅尼地城大概四公里，即、就、係、是、大老山隧道嘅長度。 如果我哋能夠將佢駁通佢，駁駁翻嚟香港島，亦都駁翻上大嶼山，再通過誒，再駁上去屯門，咁嘅時候呢，就一方面呢，就可以喺新界西嚟到市區呢，多一個交通基建，方便好多。另外一方面呢，大家知道港珠澳大橋落成之後，同埋機場三跑落成之後呢，其實香港同珠三角西個交通呢，係便捷咗好多嘅。誒，一有一個。 大概咧成個珠三角咧三小時之內會包含晒。如果我哋去譬如橫琴、去澳門、去珠海，四十五分鐘就得㗎啦。去前海大概都係四十五分鐘，去福田大概一個小時，去南沙大概個零鐘頭，同而家三四個鐘頭，其實個分別好大。咁嘅時候呢，係一個好好策略性嘅一個地方咧發展呢個物流。 同埋相關嘅行業，咁我哋認為呢兩個都有好處嘅。其實誒從我哋長遠誒、呃、發展嚟講，從我哋誒改善大家個生活環境、那個宜居度嚟講呢誒兩個項目都係值得考慮去推展。好，暫時講住多先，下一次翻嚟再講。嗯、歡迎翻嚟《講清講楚》，我哋繼續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傾下。 局長，我哋頭先講到咧增長區咧，其實有兩個啦，<是>一個就係東大橋都會，一個就係新界北。冇錯。誒，兩個區邊個行先，邊個行後咧？嗱，當然我哋睇下公眾參與活動裡面收翻嚟大家嘅意見點，呢、這個都係一個重要參考嚟嘅。但係初步睇咧，就似乎應該新界北一部分嘅地區可以行先。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有一啲佢好鄰近交通基建，如果我做嗰橛咧，那個交通基建投資唔使咁大，咁好好自然咧就行先。 第二咧就是、新界北咧有大量嘅中地，吓。咁我哋早嗰轮公布做洪水桥诶新发展区嘅时候，就係、是、要处理中地问题。咁咧嗰啲中地，我哋将佢诶好好咁规划，然之后做一个整体嘅发展，呢、這个系必然要做嘅。咁所以我觉得咧，部分新界北嘅地方咧。 係應該可以先行先嘅嗱。頭先睇翻呢，就係、是、新界北其嘅大概呢嗰、那個發展嘅土地呢，係七百公頃左右啦。咁、嗯、中地呢，就佔咗呢係二百公頃。嗯、如果由規劃嘅角度，如果誒、呃嗯、你哋嘅計劃要成事嘅話，係咪必須或者係甚至係首先要收回中地呢？嗱、啊，收地是無可避免嘅。我如果用洪水橋做例子呢，我哋九月五號公布咗一個建議發展大綱圖。 我大概今年年尾或者明年一月咧，就會公布嗰個分區規劃大綱圖，跟住啟動個城規程序。呃、跟住去立法會攞錢啊，做前期嘅工作咁。咁喺洪水橋為例咧，其實我哋要收嘅宗地係相當多嘅。喺新界北嚟講咧，目前我哋未完全掌握究竟有幾多係官地？ 有幾多係私人啊？因為呢一個咧都隨住我哋諗住發展邊度，大概個範圍係點，咁呢啲先落實到。不過收收回中地呢樣嘢係必然要做嘅嘢嚇。嗯，誒、呃。 一講到收回啦，其實就會誒業界其實中地嗰啲嘅業界都好關注啦。嗱<的>，你哋個方向，佢哋要求不外乎其實就係我要去安置我哋，嗯、甚至有啲可能話我要賠償嘅咁、嗯、樣。嗱，安置嗰方面咧，其實就見到局方都有開始係去諗一啲嘅方法，嗯、研究一下點、嗯、樣安置，例如就係起一啲嘅即係誒叫做多層式嘅工廈。咁而家就做一個研究，去到一百年。咁但係賠償嗰方面咧，似乎就未有一啲嘅回應。嚟緊係咪都會諗埋呢一個方向？ 以至到你哋個計劃即係、就是、能夠順利成事呢係，我哋目前呢有一套誒呢啲賠償嘅機制。誒、呃，但係你知道誒、呃、收中地呢喺特區政府嚟講已經好多年冇做啦。誒、呃，就好似我哋發展其他新發展區咁。誒、呃，我哋要處理喺呢一啲誒唔同宗地上面嘅運作啦。誒、呃，收地嘅時候要講賠償。 咁咧就除咗個地權嗰個收地嘅賠償之外咧，收地賠償本身個金額咧，其實喺網上大家睇到就分區誒嚟到睇嘅。但喺上邊咧有啲租用人，亦都有一啲構築物啊。咁咧就亦都有啲寮屋。咁去處理呢啲嘅時候咧，譬如以洪水橋為例咧，我哋就參考翻新界東北嘅做法嘅。誒、那、嗰個誒嗰、那個賠償或者因出最後係點樣做咧，係未曾公布嘅。 嗯，咁但系譬如話誒、欸，我見譬如話嗰個收地賠償嗰度啦，業主可能要即地主可能要有一筆賠啦，嗯、租户係咪都可以賠咧？如果根據咁樣嘅方向嘅時候，嗱喺目前嚟講咧，我唔唔係太適宜講得太仔細嚇。咁、啊、咧主要原因咧就係、是、誒、啊、主要原因咧就係、是、如果要公佈嘅時候，應該係整套咁公佈。嗯、但系我想提出咧就話喺中地上邊有唔同嘅作業。 佢有地主，有呢啲構筑物裡面嘅佔用人，有呢啲構筑物嘅業主嚇。誒，呢啲構筑物有部分呢，其實係寮屋。寮屋嚟講呢，就本身就係一啲非法建築啦嚇。咁咧就談唔上有業權啦。但係佢搬遷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呢個係要要處理要面對嘅問題。就算寮屋呢，都有登記嘅寮屋同埋非登記嘅寮屋。誒，寮屋入邊亦都有啲係。 住用嘅用途，有啲系其他嘅用途，咁所以咧，我哋系会整套咁样去处理嘅，但系可以好清楚咁讲，我哋係一定会处理嘅。嗯，譬如话，即系诶循住譬如话真系如果要成事嘅话，我都知好难去公布一个详情。咁、嗯嗯嗯、但系如果真系要成事嘅话，系咪无可避免可能其实都要落大手笔啲去即系做一个收回或者甚至赔偿嗰個方面嘅嘢咧？系要落大决心。 至於個金額呢，我哋要平衡公眾利益，因為一方面公堂我哋都係守護者，要用得其所；但另一方面呢，亦都要睇一睇個客觀現實，喺呢一啲誒宗地上邊運作嘅唔同嘅嘅業界、唔同嘅持份者喺呢個過程裡面誒嗰個各自嘅利益啊，或者各自受影響嘅程度係點咧？ 嗯，嗱，呢個就係賠償方面啦，安置嗰方面就話頭先都講緊係做一啲嘅研究啦。咁、嗯嗯、但係其實率先呢有一啲嘅中地嘅作業者已經出嚟就係話：喂，我有一啲嘅誒作業咧，其實咧係冇可能咧用呢個方法咧可以解決到嘅。就例如佢講一啲嘅鋼材啊、鋼鐵啊咁樣，就話咧佢根本就運唔到上去啲咁高嘅工廈嗰度。呢一方面，即係局方有冇啲已經有啲新嘅諗法去解決佢哋嘅憂慮咧？其實我哋一路講咧就係、是、能夠遷徙上呢啲特殊。 目的建造嘅工下嘅，我哋就想去迁上去啦。如果唔能够嘅，其实喺洪水桥新发展区，我哋系预留咗仲有啲空间咧，系俾佢哋誒擺嘅。譬如有啲建筑机械，有真系好长嘅、好高嘅入唔到去，有啲嘢好重嘅系上唔到楼，呢、這个系客观现实呢、這个我哋都明白嘅。但系咧，我哋亦都唔可以好似而家咁容许咧，啲嘢摊到周围都系杂乱无章。 啊！呢、這、一個除咗唔係善用土地之外咧，對鄉郊環境都造成好大嘅影響。咁因此咧，我哋認為咧，去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一定係要了解清楚究竟唔同嘅作業需要喺邊度。誒、啊，甚至誒喺、啊、顧問同誒呢啲持份者溝通嘅時候咧，亦都個別有啲佢可能唔係好想繼續做嘅。誒、啊，啲細路未必想子承父業做嘅。誒、啊，有啲可能個行業比較式微嘅。 咁嗰啲咧就從賠償嗰條路嗰度解決啦嚇。咁、嗯、所以呢方面咧係複雜嘅，亦都係多方面嘅。嗯、但係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要知道咧呢一個問題必須要處理啊，而且要處理得啊妥協啦嚇。嗱，講到收地咧，咁啊涉及好多嘅爭拗嘅，通常咁啊<是>涉及到究竟就係局方用啲咩嘅方法去，嗯、即係可以能夠令到大家去妥協咁樣啦。誒、呃，杭州嘅事件咧，其實就見到咧就係話啊，有一啲嘅外界咧就對於即係。就是 外界形容為摸底，官方就形容為一個非正式嘅諮詢嘅手法呢係有一個即係可能嘅質疑喺度。如果未來真係要去發展新界北，亦都涉及到咁多收地，特別而家新鮮嘅係收中地啦，比較好耐都冇做過嘅嘢。誒、嗯，個、呃、游說方法會唔會即係因為公眾嘅壓力而避免做一啲譬如非正式嘅諮詢呢？於你剛才所講橫州誒嗰個誒諮詢工作，啊張炳良局長其實講咗好多，所以我都唔補充啦。嗯 因為喺誒我哋兩個局嘅分工裏面咧，啊公營房屋個改劃工作誒由佢哋去推展，咁所以佢哋係誒最清楚嘅內容。至於我哋嘅工作裏面喺未來嘅項目，其實唔需要講新界北嘅。大家見我哋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又好，洪水橋新發展區又好，我哋都行咗啊幾個階段嘅諮詢，亦都不同唔同嘅持份者有好多唔同嘅會議。誒、呃、要進行誒要進行。呃要进行 正式同埋非正式嘅資訊咧，呢個係恒常工作嘅一部分。主要原因咧，都係要大家多溝通，希望多了解各自嗰個關注點喺度喺邊一度。希望通過多溝通嘅時候咧，減少一啲誤解，亦都令到互相比較明白咧對方嗰個難處喺邊度，以至到去揾一啲解決方案嘅時候咧，能夠比較。 大機會嚇揾到一啲解決方案係多方面都能夠接受嘅，啊、嗯，其實係主要係咁嘅啫。嗯，嗱，另一個爭拗點咧就係在於新界北嗰個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咁樣。誒、嗯欸，局方嘅講法咧就係話誒，我哋都係研究範圍裏邊嘅。咁但係咧，嗯、因為而家都要等緊就係民政事務局嗰邊對於呢一類嘅所謂私人遊樂場地咧，要一個個契約要做一個檢討，就、嗯、所以仲等緊。嗯、但係其實由規劃嘅角度嚟講。 呢一塊地適唔適合做規劃，即係做發展呢？你見佢其實好近嗰啲交通嘅配套，同埋個面積都係相當大。佢嗰度近交通配套，不過佢嗰條路呢未必係可以完全支持到一個大規模發展。即以目前嚟講，咁當然我哋亦都唔可以就咁建基於目前係點啦。因為譬如我哋去發展一啲新發展區，如果有需要配套交通基建、其他基建，我哋都係要做嘅。事實上呢。 喺民政事務局係做緊一個誒檢討，就關於所有呢一類嘅誒批租嘅土地誒，佢哋個睇法會係點，日後會點做咁佢嗰個檢討嘅結果誒，當然會同我哋而家誒考慮嘅相關啦。咁呢個一個咁呢個，我哋要等佢個檢討嘅結果啦。但係同時間咧，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啲技術層面嘅誒一啲功夫嘅誒，譬如我哋誒需要知道喺嗰度。 啊，初步嚟講，啊，以顧問睇到出嚟嘅所掌握嘅，有一啲歷史建築物，亦都有誒唔少值得保存嘅一啲樹，啊，亦都有好成熟嘅樹林，裏邊亦都有好多墳。咁咧喺發展嘅時候咧，有相當多嘅限制咁。咁喺目前嚟講，我哋先掌握呢一啲技術資料嚇。咁下一步誒，其實誒新界北個發展誒會想點樣做咧？ 仲會有多階段嘅公眾參與活動，咁我相信咧，大家仲有好多機會咧喺呢方面討論嘅。但係頭先你講嘅限制，譬如你喺誒打鼓嶺啊嗰啲，都會有見到類似嘅情況，嗯、有好多墳啊，或者係誒其他你新界北其他地方都有啲樹啊、嗯、樹林啊咁樣。咁相對嚟講，其實大家個限制都差唔多。咁點解即係墳嶺嗰個會覺得嗰個限制會唔會你覺得係相對大啲？誒唔係，我覺得你剛才嗰個比喻未必最合適，嗯、但係喺 譬如平斜打鼓嶺咧，我哋喺我哋嗰個公眾參與活動文件裏面都有講咧，我哋係採取一個城鄉自然環境共融嘅一個概念去到發展嘅。嗰度我見到，我哋見到有好多雜亂無章嘅宗地，我哋需要整體規劃去發展。我哋都見到有一啲農地，有啲係常耕嘅農地，有啲唔係常耕，但係咧都係好適合耕種嘅農地。誒，裏邊咧亦都有一啲村民，誒嗰啲咧。 我哋係諗住去保育嘅，我哋唔係諗住去去誒拆遷去嘅。咁當然喺呢啲宗地裏面咧，其實誒都唔淨止打鼓嶺，其他嘅地方好多宗地都係咁。上面有唔少嚟寮屋嘅，上邊咧甚至咧有一啲養殖場嘅。咁咧呢一啲無可避免地，我哋就要遷徙佢啦。咁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都係每一個每一個發展項目咧，就住本身嘅情況咧。 大家客，大家客觀對待咁解啫。多謝顧總嚟同我哋講咁多，下一次再見。好，拜拜。